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熊的频道。现在呢，我站在费城艺术博物馆的后门，回头有机会我们去正门去拍一下啊。但是在今天逛费城美术馆之前呢，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，莉莉安。Hello， 莉莉安。Hello， 大家又见面了。哎，莉莉安，今天你多少岁啊？我今天十。智商还没有到那个数记住这年龄的那个阶段。OK， 其实前两天我带他来过费城美术馆，但是呢没有录，因为时间太紧了，因为只有半个小时时间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时间充足一点，我们今天逛一下费城美术馆。费城美术馆在现代，在是美国第三大美术馆。在被现代人所说啊，这个费城美术馆多么有名，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？你不知道吧？是因为费城美术馆有个便池。便池？对，小便池。为什么？就是镶金的吗？不是镶金的，就是世界上最贵的便池，就是杜尚的作品。就杜尚是美国现代艺术家嘛，他有个小便池，小便池是他卸的，卸了之后他签个名，就是杜尚。然后就变成最贵的艺术品了。就这个博物馆里面收藏了大量的杜尚的现代艺术作品。那天我没有看，因为我只带你去逛了古典艺术，现代艺术没有去看。小便池啊，自行车啊，反正一系列的偷窥啊，都是比较有名的杜尚作品。这个博物馆在现在很多美国人和当代人眼中认为是杜尚的博物馆，其实完全不是了，对吧？它因此而闻名。但其实这个博物馆里有非常好的中国艺术，中国的建筑，我带你看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些建筑的背后的故事。今天我们主要探讨这个秘密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咱们走。现在我们就站在费城美术馆的正门。你看我身边有人在跑步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很多人就跑这个台阶。在这个大约离能有20米的地方有个史泰龙的雕像，那里很多人在那拍照片。这个地方呢是美国一个著名的打卡点，就是跑这个台阶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吧？就是为什么会有史泰龙雕像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你今天几岁了？我今天50岁了。50岁你应该知道啊。我跟你讲，就是说为什么他有名，是因为他在现在40岁、50岁的人都看过这部电影，就是史泰龙电影，叫这个《洛基拳王》，Rocky， 就他天天早上锻炼身体就跑这个台阶。你看，这刚才有个老大爷说跑上去，大家喊啊，就这样子。你看，这边也在跑，拍下来。你看，这边也在跑，就是以这个跑这个台阶为，然后他这个锻炼这个拳击的步伐，就这样啪。以后我们也跑一下，好不好？这样。我们从下面往上跑，他的摄影师可以从上面录我们跑再跑上去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下去走，还可以是不是？是不是还可以？对，其实也并不是很累，是不是？好累，太累。看来你果然是50岁的体质。耶，这好像是66阶台阶。完了，已经面带桃花带喘了，看。今天是真的有点冷。对。好，现在我们走到了这个费城美术馆的大展厅，对，正门。考考你，这是什么建筑？罗马？不对。对吗？不对。希腊建筑吗？对啊，希腊建筑。为什么是罗马建筑？我记反了。对，希腊建筑是三角形，它是稳定型的柱子是拱形。罗马是拱形的，阿楚是罗马发明的。在罗马之前是没有拱形建筑的。莉莉，什么感觉？金碧辉煌，感觉走进了一座宫殿。金碧辉煌，看看顶上，我倒不觉得有金碧辉煌，但是我觉得很肃穆，很高雅的感觉，是不是？有一种庄严感。对，那这些柱子都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这个些柱子应该都是在，我想想是明尼苏达哪个时候踩的石头，然后这么建出来。美国你就拿假柱子，像中国是水泥柱子，都是石头的，这必然的。包括那个雕塑，那个戴安娜，那个狩猎女神，
这是美国现代艺术家的一个雕塑，他的作品在那个大都会博物馆你会看到，就是他设那个。然后对面这边也有个雕塑，这个雕塑也是个美国当代艺术家做的，就是说他基本上是在一个希腊建筑里装这些现代派的雕塑，但是二楼三楼主要就是我们要看的中国古典主义。今天我们主要讲这个，逛博物馆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你很难就说一天两天把它逛完，你走马观花看，其实你就失去了它的意思，你就只是打卡。但如果你了解它背后的东西呢，根本就没有了解它背后的背景，哎，就没有意义，那就很有意思，很好玩。走吧，你看这上面的挂毯，据说是土库曼斯坦、俄罗斯的这些东西，都是价值连城。但是其实这个里面，真正值钱的，其实是中国的几件东西，宝物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。我们去逛一逛。这就是意大利的中世纪的教堂。那中间的雕上面是也是？当然了，它这个雕塑呢，跟别的雕塑有不同，你能看出来吗？看不出来。跟别的教堂的十字架有不同。看起来有点华丽。都华丽。其实你如果你看过教堂多，或者看过的这种艺术品多的话，就会发现它有重要的不同。就它的十字架边上呢挂两个天使，像天秤一样，是不是？整个的这个展厅呢基本就是模仿这个中世纪意大利的风格。这里面呢是教堂的拱门，这个六形拱门，这就是罗马了，意大利就有了。在我们前正前方这个位置啊，我们走马观花的看哈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别之处，但是它很有意思，它是一个法国南部的一个庭院，它原封不动的全给搬了过来。搬过来啊，这个大约能有三四百年的历史吧，很细节的东西。他把那个欧洲文化带过来的感觉，但是你如果在美国待久了，你就知道，就他跟美国的庭院比，他显得秀气典雅。美国就跟以方便为著称，他这是以优雅，然后呢，泉里那个院子里也有水，跟中国人一样喜欢泉水，喜欢小河，代表财运发财。对。然后这个好像还像是一个许愿池。对，这许愿池都像，我估计游客扔的吧。可能吧。你有钱吗？没有。要不捞两个扔呗。没有人。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组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创作。文艺复兴大家知道像什么？达芬奇啊，文艺复兴三杰是谁？达芬奇、米开朗基罗、拉斐尔，文艺复兴三杰嘛。那么都说他们是著名的油画家，但其实他们画的不是油画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油，他们画的是那叫什么叫湿粉画，其实就是像中国的水粉那样的东西，淡彩画。那么是北方人，就是荷兰人和德国人发明的油彩，所以你看他们的画，你可以看到哈，就北方的文艺复兴呢，它就无限的细腻，特别特别细，因为它可以反复画。都把脚的血管给画出来了。你看这个纹理的条纹，这个上面的这个布上的条纹，这个金边给画的一丝不苟，包括木子的纹路都是画的一丝不苟，也只有油画才能做到这样的程度。但你粉画呢，你水一上去就不行，它很快就干。淡彩一下就因为当时颜色又淡呐，淡青条的，所以它就做很快就会干掉。但油画可以反复覆盖。所以他就因为他技术的方面，德国是个技术宅，那德国制造啊，瑞士啊，就是整个日耳曼民族的制造都是非常精的，以精巧著称，所以他们作品也是就是以用科技来带动绘画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性格，所以他画的就是一丝不苟。但是呢往往会失去了一些画里的最感性的东西，因为他画太过严谨，给人感觉就是比较死板，像套模式一样套上去，就没有让人感觉不到他真正的那种情感。对，但他有一种感觉能感觉到，就是他很虔诚。对，好，我觉得你还没有拍到我，你一直在听话呢。
好，走了。拼上去的。对，乐高、哦、乐高拼的。头发好像像是几条鱼尾。几条鱼。但是为什么就是你看这种展厅，这应该是古典吧？不是古典，这个展厅是古典的，但这个一定是现代的嘛？但是他做的是艾薇薇嘛？感觉放的有点突兀，而且。就是放几个积木这样拼上去，它为什么就可以成为艺术呢？然后放到这里展览，这个其实就是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歧。就很多如果你不懂艺术的人，就会觉得这根本就不叫艺术，这只是个玩儿嘛，对吧？但是你为什么把它称之为艺术品呢？那你比如说你做一个这样的作品，你可以投上去，我觉得对于你来讲不难，对于我们很普通大众来讲也不难，你就为什么挂不到这里来去呢？就是你不是混在这个现代艺术圈里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样子，我在家里可以画的完全一样东西，甚至比他还要精彩，比他还要好。但是他可能管你叫手工艺人，不是个艺术家，因为你不是被他们这个圈子所承认。就是现在艺术走到一个自我品读的这么一个圈子，怪象圈子里，而不被外人所理解了，其实已经离大众越来越远了。但是呢，他们必须得为自己买单，要不我们整个的艺术的教学系统，我们整个艺术的研究系统都全都垮掉了，你艺术就失去权威性了，对吧？你看这些就是整个当时土耳其、中东一带阿拉伯时期的这个铠甲和文化，其实他们东西并不丰富，我觉得文化上来讲。那么到这里讲，其实挺好看的。这是印度的印度教，毗湿奴，他们的这个印度佛教的这个一些婆罗门，他们的一些雕塑建筑，雕塑的其实很精美的。对。这是大约在2500年前的。2500年前。对。就能雕成这个样子。基本造像是这样，它其实犍陀罗艺术嘛。他其实整个的雕像，你看他这个印度人呢，就长得很像古希腊人，他是古希腊的文化带到，被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打仗带到了阿富汗地区，就变成了后来成为犍陀罗艺术，后来犍陀罗艺术文化呢，他又到中国形成中国造像，实际上是从这个对是混过来的。我们现在到这屋来了，这屋是一个。马上就回家的感觉，是不是？感觉回家了。对，但是你家没有这么大。确实。你家也没有这么高。没有这么高。没这么好看。对，这就是，中国明清时期的建筑，你看这几个字，这个。福。五福临门。五福临门。五福临门，你看你能看见后面这个字谁写的吗？看不清，乾隆。我看得清一个什么乾隆？你看见乾隆啊？对，这上面两个字有个乾隆。然后看不清。真的看见乾隆啊？哇，真不错。对，这是乾隆多少多少年学士。12月。是吗？这是乾隆御笔新写的字，乾隆的书法。乾隆是清朝的皇帝嘛？为什么这是明朝建筑呢？其实，这个王府啊，它不是王府，它是一个。府就家里大厅吧，宅子那种。宅子，他呢叫这个人姓，这个是个太监，这是个太监的家，而且这个太监是一个历史上可能是最有名的一个太监，苏培盛吗？没有，突然脑子里串了那个《甄嬛传》。你还串着哪个太监？在脑子里想，就想明朝太监最有名的几个。魏忠贤是不是9000岁？是不是一个魏忠贤？对吧？还听过谁？没听说过。你知道还谁？我就想到清朝有个叫和珅的。和珅不是太监好吧？就你们这种历史知识还能逛博物馆？哎呀，我去！这个是个著名的这个我就突然想不起名字，被蒙住了。这个太监，我这叫什么来着？你帮我查一下。我这上面应该有。除了魏忠贤，你还知道谁？9000岁魏忠贤还知道谁？这是王承恩。这是我告诉你的。其实不是，王承恩是一个，很多人说太监就觉得太监是个坏人，因为我们在这种这个所有讲历史题材的小说里、电影、影视文化作品里，都是太监是个东皇不败，都是坏人，对吧？但实际上呢，我读历史啊，我认为太监很多都是好人，非常非常好的人，
起码就包括这个太监，包括承恩这个太监。他什么故事？他的故事就是说，你知道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是不是？因为李自成打到这个北京城，然后崇祯就跑出去了，跑到最后眉山那个树上吊死了，上吊了嘛，对吧？然后他就是在李自成打过来的时候，他下旨这个昭告天下所有的那个援兵大臣，说你来帮我帮助朕来守天下，结果大臣都没有一个陪他去打仗嘛，对吧？然后王承恩呢，就是他的最后一个太监陪着他，他把皇帝看到皇帝去吊死之后，他自己也上吊，陪着皇帝去上吊了，所以是个很好的太监，并不是说他这个一个人忠诚，而是说明朝整个的历史都是这样子。就是说明朝有一部分人就是大学士，就是这种那什么这个各种官员呐、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。儒家思想影响什么呢？我是正义的，我是光明的，对吧？整天把这个正义和光明挂在嘴上，说我是代表全天下最全宇宙最正的力量，然后这样的。实际上呢，他们非常在乎这种名节，而不在乎实质的这个叫皇帝真正的行为。因为一个国家治理国家，并不只靠口号和喊说我多么多么正义感，并不是这样子的，对吧？你比方说皇帝说我要把这个事情做了，那个大家说我反对。然后呢，我反正说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符合儒家思想，因为我们人是应该正义的，那皇帝任何事情都做不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因为，而且关键他们形成一种风气，就所有大臣都是形成一种风气，说我那个我为了维护孟子，我为了维护孔子，然后这样说的好像红卫兵那种感觉，就是很多中国人都是，我觉得都是有这种特点，就是他有一种正义的名，不行正义的事儿，所以之后呢，皇帝就特别生气，尤其像那个朱元璋就把大臣当庭把裤子扒了打屁股，啪啪打打打的，就打这些这个太监，不打这些太监，打这些大臣，大臣的屁股打烂了，但他特别骄傲，说我为了维护儒家思想，我这个把我的这个屁股上的肉都挂在上面，就是说掉下来的肉都挂在上面，说我这炫耀自己，所以养成一种整个的明朝的风气，不是扭曲就道貌岸然。就你，如果你看过这个叫什么这个东方那个《笑傲江湖》，你就知道，就江湖武林正派从来都是把正义和光明挂在嘴上，实际上不办实事，只维护他的虚名。而真正的太监呢，是真正能够执行皇帝命令的人，对吧？如果是个君主出天下，皇帝能力最大，但是权力都被你这种各种文官们给分散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觉得宁可我信任太监，而不信任你这些官员。所以他就不断的去把这些权力下放给这些他的一些什么魏忠贤呐、什么王震呐、就包括这个王承恩，他就被称之为秉笔太监，就拿着笔来写圣旨的太监，就是以圣上的名义来。所以你看过去讲什么东林党啊，什么那个东厂啊，就这个他们两派在斗，对，其实就是因为这样。所以如果站在公正的立场来讲，我个人认为我是站在东厂这一边的，我宁可当阉党，我不会去当东林党。你知道吗？现在人很多说东林党多么多么好，都没有气节，其实完全不是那回事儿，不干实事儿，只在乎口号。这个跟很多，这是修炼的一层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王承恩的故事啊，他的家。后来这个王承恩呢，被他把皇帝陪着崇祯死之后，然后把崇祯的尸体放下来，他也挂上去之后，清朝继承了明朝的江山，康熙在嘛，他就觉得这个王承恩这个太监是一个很好的太监。他觉得很忠贞，虽然他推翻了明朝政府，然后他就把明朝的这个他的子嗣，包括像什么，他是废的皇子的，他的这个府地就给了他的第十皇子，就是胤仁吧，应该是就是雍正的第十个弟弟，原来的太子，后来他废掉了，就他的府地。后来雍正又传给了乾隆之后，他就把这个王府又给了他这个叫什么，他的叔父，说他写了这个五福临门。写了这个书，这个福字给了这个王府，这就是这个房子的故事。实际上你可以去细照一下这个房间，有意思吧？牛逼！所以如果你只看这个房子，就说啊，这长得是个中国建筑，其实远不是中国建筑，讲这背后的故事更有意思。可是如果我没有了解背后故事，我只是觉得。可能这为什么要写五个福，会觉得有点奇怪。而且还也只是觉得雕梁画栋，而且好像还没有那么华丽。但这真正的真是清朝时候画的呀，清朝乾隆到现在有300年了吧？它还留在上面，还在上面。这真正当时的这个
这个绿的颜色一直没有变化。这个房子呢，我记得你上次跟你说，你说别人说是在中国抢来的，其实不是，对，其实是在辛亥革命的时候，整个博物馆都是买过来的。因为美国人没有跟中国发生过任何战争，也没有任何这种赔款的条约，他只是说用花钱来买购买，而当时的中国人就把这个房子给卖过来了。但是我觉得美国人也挺聪明，他们选择在中国政局动荡不安的时候选择了买这个房子，因为便宜。他做了另外一件事情，就在中国建清华大学，一个是建大学，一个是建这个医院。所以说大学和医院是美国在中国建的，以前中国是没有的。以前中国是没有医院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我才知道。对，以前是，因为以前中国是江湖郎中走街串巷，没有真正的公立医院。只有皇家有御医院，但是没有老百姓是没有医院的。但是他中国建了这个最早建立的中国医院，还有建立中国大学，清华大学，这都是在一百年前的事。好，现在我们走到了一个日本小展厅，看一看。怎么感觉？好小。对，我觉得也是，就是日本人。感觉像他们的身高一样，这样说话会不会有点不太好？其实你身高跟日本人差不多，我身高和日本人差不多，可能那时候古代日本人更小一点。我见过真正就是，就绳文人那个日本人就这么高，一米五十多，一米四几，对。然后你包括他北方的日本人也这么高，也就高一点点。你看那个什么，我曾经看过那个日本那个枪啊，就二战时期那个枪，就是那个三八大盖。三八大盖我们印象中都是扛着枪嘛，对吧？但实际上如果你真的现在身高，你扛枪就很短，就到你这儿，的话，三八大盖就这么大。但你看那片儿，日本人扛枪跟那很大一样，你这种枪也扛不起来的，带着我就可以拿，对不对？就是他整个那个时候的人都身高都不够高。这感觉他们的建筑挺雅致。唐朝建筑。唐朝文化留下来的，基本都是唐制。日本的屏风绘画，你看这种屏风，它在这个房子里显得正常了，要么会觉得小。这个房子榻榻米嘛，就是高度是正常的。对。这里又到了这个整个这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，最繁华的一个地方。看，是这个地方，这叫团龙。这是个八角，你看数数几个角，看看是不是八个角。他把整个的这个都买下来了。这个叫什么你知道吗？这个叫藻井，海藻的藻，在中国古代都有这种建筑，就现在叫吊顶。吊顶，但它只有在佛教的时候才称之为藻井。这个整个这个殿就是北京智化寺的藻井被买下来了。它那上面有好多个那种小房子样的，是给鸟住的吗？给老鼠住的，给鸟住的。它那就是亭台楼阁，讲的就是这种天国世界啊，亭台楼阁佛国世界的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造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这种装修风格、艺术风格。那么智化寺这个造景呢，是以八角见名的，就是八角造景。这个是当时也是在1920年的时候在北京的时候被买回来，现在北京智化寺还在，而且是很大的一个寺院。这个智化寺包括这几尊佛像也是，这是其中一个殿的一个造景。那么整个智化寺还在，很大一个。智化寺是另外一个太监，是明朝的另外一个太监王振的私人庙宇，私家的庙宇。因为明朝的皇帝都是信道教的，你知道吧？太监反而信佛教，你知道吧？因为可是太监的私人庙宇怎么这么奢华？王振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太监，除了比什么刘瑾啊、魏忠贤那些你知道坏太监也好，王振也是个特别有名的太监。他曾经是一个什么太监呢？他是一个读书人、举人。他不是从小就当太监的，他是曾经读书举人，就是有文化、有知识的太监。后来就因为王振这人。整天和别人打架斗殴，你知道吧？结果无意中被别人把这个鸡给打掉了，
然后就一怒之下，我当官，为什么我这个当本来这个文人呢？结果我这个、哦、这个就不能这个那啥了，生育了，不能生育了，而且让人笑话说我就被人没有了，怎么办？他就索性他当太监去了，当太监，因为他很聪明，他有文化，他就出类拔萃，就在这所有的太监里出类拔萃了，就特别特别有文化，有远见，然后他就瞄准了一个。投机就是瞄准一个人，我准备你当你看你当个太监，你刚来，你初来乍到，这些太监已经树大根深了，已经有各种宗势力了，你在里面你怎么占据自己一席之地呢？你想你该怎么办？你又是个太监，你该怎么办？你怎么能出头呢？你看宫斗剧看那么多，讨好皇帝，你都靠近不了皇帝身边呢，他这一层层太监怎么办？他的想法就是说，既然这个皇帝我靠不近，那么我就发现谁是下一个皇帝。哦，找太子。他就找太子，然后开始辅佐他能够看准的谁是太子，而这个人就是他的辅佐的皇帝叫朱祁钮，就后来的明英宗吧，好像是。他把他推上太子，就成为了当时可以控制皇帝的他太监。但是恰恰是因为他权力太大了，然后他就是。不断的去勒索各种来这个进贡的这种这个外国使节，对，后来这不惹怒了一个外国使节，具体名字我现在忘了，就后来发生明朝著名的一个变化，叫土木堡之变，就是那些当时造反了，他带着皇帝御驾亲征，结果皇帝被抓走了，其实还是因为他王振，他因为不想让自己的家乡遭受这个兵荒马乱，所以绕过去耽误了贻误战机，结果这个。就造成了他战争失败也是一个原因，而且他本身也是作威作福，他并不领兵打仗嘛，对，就办起了这个土木堡之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。但所以他这个家庙，明朝皇帝都是信道，但是他是信佛，因为佛家是讲因果的嘛，道家是讲自身修炼的嘛，对吧？你道家修炼，你身体本身是个小宇宙，你才能够修成神仙。那你佛家呢？就因为他本身他已经不是个完整的身体嘛，他认为，那么首先我就去修佛教，为我来世为我寻找更好的根基，是吧？去建立这么一个智化寺，这个整个就是他的一个家庙的感觉了，很有意思吧？你看，也这两个房子恰巧。都是明朝的一个建国初期的一个大太监和最后一个太监的房子，也许美国人意识不到，但是如果中国人你读懂这段历史，你知道这两个房子是代表了整个明朝。下面我要向你隆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世界的绝世珍品，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。哎，我再问你个问题，你最喜欢的歌星是谁？最喜欢的邓丽君。你这个年龄喜欢邓丽君，其实你这个年龄应该喜欢周杰伦才对。周杰伦？对，周杰伦代表作是什么？这个我真没听过。你不喜欢周杰伦啊？周杰伦啊？哦，他好多。青花瓷。青花瓷，青花瓷怎么唱来的？天青色的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炊烟渺渺升起，隔江千万里。这个就是。青花瓷匠的就是这个瓷，这就是整个这个馆的镇馆之宝。这个你不要看这个是个青花瓷，这个青花瓷你知道多少钱吗？不知道，反正把我卖的都买不起。4.8亿啊！而且你看它这个瓷底下，瓷底下有一行有几个字，你看到没有？它这个镜子打过这个瓷底瓷碗这个镜吗？看到了。这就是在瓶底书汉隶。一般青花瓷是宋代的，是汝窑，怎么会写汉隶呢？全世界只有这一个瓷，是在瓶底书汉隶的青花瓷。方文山写的青花瓷写的就是这个瓷，周杰伦唱的青花瓷就是这个瓷，是汝窑的瓷。而他这个，这就是你看到，这是他的，就是“天青色等烟雨”的天青色。这个汝窑是河南汝州在北宋时候产生的这个制窑的，就烧瓷的。它这个就叫天青色，像雨过天晴处的这种颜色叫天青色，这种瓷呢已经失传了，在宋朝以后就再也没有人会做这种青花瓷了，它其实不是青花，或者你看那个，这叫青花瓷，这叫大青花，这叫青花瓷，叫大青花，而那个实际上是汝窑，对吧？但是周杰伦写的青花瓷，实际上写的是汝窑，讲天青色，然后在瓶底书汉隶。
你知道吗？很多人就当时很多这个词出来之后，大家都说、啊、怎么可能的？你见过哪个青花瓷里边写书汉隶的？没有，只有这一个。这个汉隶谁写的呢？你再看那个字是谁写的？就是乾隆。对，这种汝窑啊，在全世界不超过100件，全部剩下的不超过100件。是底下有刻字的还是？不是底下有刻字，底下有刻字只此一件，就整个青花瓷不超过100件，而且就是大部分都有残片，都被断了，只有这一个。保存的完好，被乾隆所把玩。乾隆觉得这字太好了，提上一首诗。而且他是在宋朝时候做的词，他乾隆怎么提上去的，怎么刻上去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词满是当时是宋朝时候，他乾隆到宋朝差多少？差500年呢，500-600年呢，500-600年怎么把这个词再刻上去而不损坏这个词？拿东西慢慢的磨吗？不是，他这个底是后镶上去的。其实你看，你可以看那个底，它是后镶上去的，有一个薄薄一层。对，大部分人到这个，你看这个在博物馆的角落里，大部分人不了解这个瓷，但这个瓷是真正的镇馆之宝。别人只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碗，只是个宴会缸。对，包括中国人来都不知道这个瓷有多重要。这就是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千年的笑意，就冥冥中预言了一个千年人来发。等了千年，然后等人来发掘它、发现。对，其实这是应该有首歌曲响起，青花瓷的音乐响起，才读它的更有意思。中国人吃青花瓷，青花瓷，像你们都知道青花瓷，但不知道青花瓷讲的是什么。对，也不知道这段历史。对，这是真不知道，只知道跟着他唱，但是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故事在背后。对啊，你应该跟他拍张照片。对吧？咱俩就是你在朋友圈里好好炫一炫，这就是能找到了在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这个青花在平底书汉隶，仿前朝的飘逸，这就是讲的是乾隆在平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，去感受宋代那种精神。宋代的精神是什么精神呢？你看这个清朝的，你看看什么感觉？好花，花华丽细节，这就是。汝窑为什么好？它代表宋朝的精神，就是礼教简单，大残若缺那种感觉。就是他把这个，朴素，不追求那种华丽和雕琢，然后天然之美，追求天然之美。所以整个设计宋朝是整个中国，你可以，如果你真的了解艺术史，中国艺术史和全世界艺术史，在整个文化的真正的高潮就是宋朝，就是中国的北宋和南宋。南北宋时期就是应该是在北宋和南宋交接时候，以宋徽宗为代表的那个时代是全世界艺术的顶峰时期，之后东方文化下降，才有了这个叫西升东降，中国文化被元朝给摧毁了之后，然后慢慢把一些文化带到了意大利，还产生文艺复兴，那也已经差了很多很远了，对吧？对，这个时候真正最高潮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是整个人类文化历史上一个光辉的一个节点，其实就在这个词里面。你想，就你看看这个词，曾经被无数个帝王用手把玩过。但是今天我也能看到它。珍惜吧。哎，我们这个节目应该这里结束哎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觉得今天讲了很多历史，已经够消化一段时间了，是不是？我好好拍一拍这个，然后给它结束了，好不好？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炊烟渺渺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，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。月色被打捞起，晕开了结局，如传世的青花瓷，自顾自美丽，你眼带笑意。